咁你打算几时搬走啊？结婚嘅事好唔公开，离婚又唔公开，但明星就系咁谂力咯。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，到底 Porsche 做错啲乜嘢啦？仲有，我哋已经离咗婚，我要权处理一半嘅财产，我赚嗰科系你嘅。点解要人身攻击啫？每一次问你问题，佢都表演执嘢，影地。